接下来被形容是相当浮夸的丼饭，因为把丼饭设计成两层三层的吃法，还把汤呢倒进了透明的花茶壶里，视觉跟味觉都能满足。 今天的美食来到了台北市士林这里哦，听说网络上超级推荐很浮夸的丼饭，陈师傅有请，你跟观众朋友打个招呼。Hello， 你好。陈师傅，我先跟你讲个秘密，我很少在拍摄期间叫摄影拍快一点，<笑>我真的光看就超级想吃哎。这个是松叶蟹的丼饭，对，厉害在哪里啊？它厉害的地方就是我们基本上会帮客人。 把壳都处理好，然后做清蒸、原汁原味，都是现点现做，所以它的工时需要比较长，大概30分钟左右。刚刚师傅也很贴心帮我们卸了壳，我现在吃一下，哇，真的太美味，而且超级新鲜的海味耶。对，这个炒饭其实大有来头。它是我们在处理松叶蟹的时候，用它的蟹黄、蟹膏的部分。 做成它的炒饭，怎么会想要把这个松叶蟹变成这个两层楼的概念呢 ？Set 的部分，就是像大家常常会吃到商业午餐，对，那可能会有很多小菜啊，沙拉啊、汤品啊，那我们用不一样的设计概念把它做成堆叠跟组装，讲完两层就要来讲三层，是，这到底是什么样的概念啊？从原本就要这么的浮夸，这么的视觉系吗？在这三层的设计概念里面，就是来了就是哇，你们家很特别。 那不知道该吃冷的，或者吃热的哦。那我们就一次满足你，冷热都在里面。对，冷热都在里面。冷的是在中间这一层，会有黑尾鱼、那个海胆，还有鲑鱼卵。海鲜在第二层。对，海鲜在第二层。那住这个楼上的呢？住楼上的是鳗鱼，对，店里的鳗鱼都是用活杀的，然后现场处理。 当地的，南部来的这个鳗鱼，对，就直接做成了鳗鱼饭在上面，是，相当的软 Q， 对，住楼下的就是沙拉啦。对，住楼下，这里楼下的是沙拉。对，所以呢，你可以吃到主食，你也可以吃到海鲜，还有吃到一点前菜的概念。是，那吃完之后就要来点下午茶，跟花茶的部分，但为什么会是一个显汤在里面？是，我很少看到这样的呈现呢。是因为这个设计概念基本上是用日式的土瓶蒸的概念去做设计。对，那土瓶蒸基本上，客人都看不到它用什么样子的食材。 然后我们尽量让客人会有视觉上的冲击，500克的蛤蜊，然后浓缩成这么一壶，所以没有办法续汤。所以，我们今天就以汤来代酒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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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陈师傅。所以呢，它这个浓缩的精华都在里面。哦，好鲜美哦。对，会比较鲜。 而且用这样的呈现，会让你更有不一样的感受。对，会比较不一样。最后我们的甜点部分不会又是骗我的吧？这不是甜的吧？肯定是咸的，肯定是咸的。咸的部分冰淇淋有什么呈现？咸的部分的话，我们是用松叶蟹的蟹肉的那个马铃薯沙拉。啊，蟹钳的部分是做成它的蛤蜊饼。哦，所以你们没有在这个装潢设计上很多的完美元素，但是在食材上面几乎都是完美的元素了。因为来的客人都是完美的，而且都是。 照片先吃，然后本人再吃。是的，不只能拍照，还能用三倍券享用三层洞，视觉、味觉一次满足，也难怪迅速成为老饕们的必吃名单。